大家好，我是 XO 你，好开心来到香港，你哋好热情啊，好犀利啊！你哋要唔要做我哋 baby 啊？你哋要唔要做我哋 baby 啊 ？OK， 我讲一二三，你哋讲 I love you。一二三。演唱会加油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是我自己写的歌，然后也是自己编曲的歌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然后也希望你们继续期待下面的舞台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当当，太棒了。学 Hong Kong 啊，大概一直学到凌晨大概两点多，所以我还想再讲一次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对不对？你们要不要做我的 baby 啊？好犀利啊！三人啊，真的很感谢大家能够来我们 XO 的第一次海外演唱会，然后也希望你们今天演唱会很开心的在观演呢，然后我们也在舞台上一直努力的为你们表演着，希望你们继续支持 XO， 也一直陪在 XO 身边，好不好？